亚冠领地。掌控钓鱼，放钓鱼。请审判是。请审判明白。请审判是。请审判白。是，明白。请审判。是。大丈夫得死疆场，幸也，然无。等候调遣，谨遵将令。等候调遣，等候调遣，谨遵将令。向前。
讲道理。将军放心，末将听命，末将遵命。末将听命，遵命。有何吩咐？
等候调遣。谨遵将令。末将不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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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末将不备。曹操在汉中与刘备相持，久战无功，反而损兵折将，只得引兵而还。曹操既退，刘备进据汉中，在前刘封、孟达等人攻上庸诸郡，上庸太守申丹举郡而降，刘备遂俘有两川荆襄之地。公元219年秋，群下推尊刘备为汉中王。公元221年，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丹之南。晋陈寿蜀书先主传评曰：先主之弘毅宽厚，知人待世，盖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气焉，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，而心神无二，成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圣鬼也。积权干略，不待魏武，是以积与义侠。然折而不挠，终不为下者，亦魁比之量，必不容己。非为静力，且以避害云耳。